我玩了一个月战斗力30万，我玩了两个月战斗力80万，我冲了3000米获得了这个10万战斗力的毛流，我冲了10000米得到了这个40万战斗力的神兽。一群弱鸡，我没有冲1米，但是我的战斗力1000万。哇，你为什么这么强？很简单，开局直接去养，轻松获得这些顶级神兽。